玲玲、笑笑、月月，林可家族守护精灵，画蛇添足。月月，想好画什么了吗？玲玲，我们上次在花园捡到的小鸟宝宝，你还记得吗？当然记得了，小鸟宝宝好可爱呀，玲。我们就画那只小鸟宝宝，怎么样？好啊，谁画得快谁就赢，就可以吃这块点心，怎么样？太棒了，开始吧。玲玲画的可真慢，月月早就画完了。对了，月月再画点什么吧。哇，月月，你画的不是上次的小鸟宝宝，是一个鸟公主吧？我早就画完小鸟宝宝了，所以我就又给小鸟画了皇冠、项链、裙子。看，小鸟宝宝多漂亮呀！可是这样它就不是我们捡到的小鸟宝宝了。月月，你就是画蛇添足。啊，怎么会这样？所以呀，这块蛋糕归我了。啊，蛋糕真好吃。啊，下次我再也不画蛇添足了。